从明天开始，我就不能要你随床随到了。听起来，你好像有点舍不得我。是有一点。舍不得我，就续约啊。其实我跟你说过，我请你做保镖，就喜欢你。 也是个借口。我现在有点后悔说了那句话。我可以退会吗？ 你说的是哪一句啊？ 就一天了，也不行吗？那我现在就把你炒掉，行了吧？ 要 fire。 如果真的要走，请别敷衍我。